那儿了，是吧？那还是在那边，哎，有那个产品线，还是知道知道。啊。啊。那就不行了，那这样就不行了。我有一个流水线呢，如果说明天马上就直接过去了，那就不扫了，可以等下一代扫呗。你现在是有细钢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那个只能是自我开发了。那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那个五啊，然后你看那零对的。嗯。五十。对。不是电筒的，这玩意儿用不好，然后电筒可以。也就是说，你设置一个时间，就是说每个20秒给一个信号出来，是吧？给你那个气泵，还是给哪个？啊。如果说也是用那个条码感应的就好了，你那气缸如果说条码还没扫的话，气缸就不顶，那就可以了。你那个气缸是怎么开怎么工作的？我说出发信号是哪里给？是我们白板给的还是你们？